日本的月光蜜在我们那边种，不好种。阿爸你在录音吗？阿咪你在录吗？好。那个土质、水质和天气都不一样，所以拿去改良厂改良。有 95% 的是日本月光蜜，有 5% 的是台农67号。第二题，为什么要做台南月光蜜？因为台南16号政府为了要推销推广台南16号，所以把它命名为台南月光蜜。第三题，跟日本米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有吃过真鲜吗？有，我有吃过。你有吃过夜市的寿司吗？我没有吃过。你有吃过台南青酒店的米吗？我应该没有吃过啊。那你有吃过御饭团吗？我有吃过。还有，夜市的米是用比较一般的米，然后台南金酒店的米是用我们的月光米，然后那个 Seven 的米是台庚九号，然后真鲜的米我爸爸也不知道。第六题，如何煮才会好吃？先用1:1.2的比例来煮，会比较好吃。阿妈说的，我有在听。那 iPad 的怕产地在哪里？企业也不是什么，企什么毛病？哎，等一下，不能问那个啊，气座。都是气座。我们有在我们自己种，还有农民种。我们种在 AR 吗？后壁，然后右脚下沿的怕的。我们通过两家公司，那个什么和什么，然后无农药残留的，怕，农药无残留的，怎么样？怕的是什么？怎么卖？1公斤150，有什么优惠活动？买3送1，买大送小，就这样，再见。